妈，你今天给咱做什么饭呢？我做一个麻酱糖火烧，放一颗发酵肥，摆上油，130毫升温水，130毫升牛奶。你准备做多少呀？能吃完不？一斤面能吃完。面条20分钟，一勺白面粉，小火炒，4勺麻酱，1勺变香油，糖倒进去，这么多，这一斤面就摞着11个馍。